说实话吗？还真没看够，这戏挺有意思。别这么大火气嘛，我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刚才那样子哪里还能追得上啊？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新城全明星的选拔可就要开始了，所有的车手一定都会想要参与，但必须是经过车手认证的赛车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只要是通过了认证的赛车手，就一定会在比赛中遇到。那小子刚刚可是通过了认证，而我可以给你们捷径。你想要什么？真是懂规矩，我也不会为难你们，我只想要一些你们几个在赛车时的数据。哼，你最好没安什么坏心眼，只要搭载上这个去赛车就可以了吗？没错，你们放心，我可是个科学家，正经的本分人。小橘子，我们没必要和他浪费时间的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很担心白小峰，而且我也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。放心吧，我只要一些数据，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的。